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看来你又进步了，世奇。说，你是不是偷偷的背着我练习了？我哪敢呀！再说，我们去哪儿都一起，怎么还有时间偷偷练习呢？我开玩笑的啦。林泽、世奇，很快就会有一个超级陀螺赛，你们俩准备参加吗？那还用说，我早就做好准备了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林泽。看来我们要成为敌人喽！求之不得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打败你这个家伙。哼，那是我要说的话吧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没有分出胜负，这次你要小心喽！我特意准备了一个很厉害的陀螺。虽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过这次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哼，新陀螺。林泽这家伙怎么还没来？比赛快开始了。啊？嘿，你这家伙不会是睡过头了吧？世奇，我的陀螺，我新买的陀螺。你的陀螺怎么了？世奇，你那只陀螺是怎么来的？嘿嘿，好看吧？这可是限量版的。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哦。当然是好不容易，因为那是我的陀螺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明明是我的。那是我爸爸特意买给我的陀螺，他说那是很罕有的陀螺，你怎么可能会有？林泽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个陀螺是我在爸爸公司看到了，好不容易才求我爸爸给我的。怎么可能弄错？那可是我爸爸买给我的东西。你这个小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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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你一直想打败我，可是没想到你为了赢会做出这样的事来。再说一遍，这确实是我的陀螺。这个比赛我不参加了。哼！你没有任何证据，凭一个陀螺你就怀疑我，就不相信我。我们可是朋友啊！现在已经不是了。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哎呦，还说是最好的朋友呢，这么容易就闹翻了。你是谁？那只陀螺。本来只是想借林泽的陀螺来玩一下。没想到这么罕有的陀螺竟然同时被你和林泽都得到了，还让你们闹翻了，这场戏真好看。是你偷了林泽的陀螺？对呀，我原本只是想让他找不到陀螺，参加不了比赛，想不到连老天爷都在帮我呢。可恶，把陀螺还回来。嘿，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俩人，这次只是一点小教训。小教训？因为你这家伙现在林泽误会我了。这只能说林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，所以才会这么轻易就怀疑你。这也叫最好的朋友？真是太好笑了。可恶，可恶。这只能说林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，所以才会这么轻易就怀疑你。这也叫最好的朋友？真是太好笑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只有最强的人才有说话的资格，才不会被怀疑。爸爸，
妈妈说的没错，只有变得更强，登上排名榜第一，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才不会被怀疑。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友谊。嗨，世奇。旋风。世奇，你小子不错呀。世奇，你果然没让我们失望。世奇，好样的。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。我们保持着现在的气势，一口气把魔幻陀螺战榜英雄赛赢回来。没错没错。嗨。不，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我。世奇，对不起，我为之前质疑你的事向你道歉。你愿意原谅我吗？还愿意继续跟我做朋友吗？嘿嘿嘿嘿。你真的相信我？嗯，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你。我等你很久了。世奇，世奇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旋风。世奇，你快醒醒啊！超级黑莲魔将，是我，是我把所有能量传给你的，我跟你是一起的。小心！哎呀！超级黑莲魔将，你忘记我了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只顾着超级黑莲魔将的能量？睁大眼睛看看，看看你儿子世奇。超级黑莲魔将已经不受任何人控制，你继续执迷不悟下去，最终连世奇都会失去的。我天火龙王，一定要，我们一定要打败超级黑莲魔将。我知道。哇！哇！游戏即将结束了。焰天火龙王，焰天火龙王，旋风，让开！啊！战开始！哈！魔幻陀螺发射！放弃吧，这就是你的终点，斗魂觉醒。玄海，谢谢你啊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废话少说，上吧。哦，很好，我们也被欺负得够久的了。焰天火龙王，反击！久等了。深海冰龙神，跟上去。冰龙，火龙，可恶，可恶！超级黑莲魔将在害怕深海冰龙神和火龙王。博士，
玄奇，真是担心死我了。玄奇啊！博士，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我发现了关于超级黑莲魔将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我找到了超级黑莲魔将的隐藏数据，他吸收的能量过多，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魔幻陀螺能够超越他了。不过，对了，我想起玄海曾经说过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当时那道火光就是焰天火龙王，后来黑莲魔将再次不受控制，也是冰龙和火龙同时出现的时候，我怀疑这不是偶然。焰天火龙王和深海冰龙神的能量合二为一，恐怕是唯一能打败超级黑莲魔将的方法。真的吗？但前提是旋风和玄海的默契达到一致，才能发挥出他们的全部能量。焰天火龙王是主攻类型的，深海冰龙神在后面掩护。不，深海冰龙神的作战持久力比较强，应该由他来攻击。到你了！深海冰龙神！要他们两个有默契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超级黑莲魔将，只要打败他们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到我们了。上吧，焰天冰龙神！好啊，焰天火龙王！什么？你这家伙不要胡乱攻击呀！这句话我送还给你。嘿嘿，终于分开了，机会来了。召唤！深海冰龙神，快避开！我挣脱不了。焰火龙王，陛下，灭天红莲，你，既然我们是同伴，我就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你刚刚不是也帮过我和焰天火龙王吗？深海冰龙神，我们不能让焰天火龙王抢尽风头。机会来了，旋风、玄海，只有焰天火龙王和深海冰龙神的能量合二为一，才能真正打败超级黑莲魔将。深海冰龙神，回来！
将还能再一次异变。旋风。不许你再伤害大家。是齐。快，靠你们了，打败超级黑莲魔将。焰天火龙王，再来一次。深海冰龙神，去吧。必杀灭天红颜。我在用云在用黑暗面蠢蠢欲动，这场战斗一碰撞天摇地动，红颜天向前冲，火龙王太惊动，必杀冰龙战将。所有资料已经全部删除了。那个黑莲魔将，世奇会找到更适合他的陀螺。哼，你不要又制造出另一个黑莲魔将。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也知道世奇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世奇醒过来后，一定要让他来找我。我还没有听到他的答案呢。给。不是，你把焰天火龙王修好了。这当然。旋风，我回来了。当初我们约定过，只要你阻止了创幻公司的阴谋，焰天火龙王就不用跟你分开。焰天火龙王是你的了。焰天火龙王，我们再也不用分开了。哎呦，你不要再甩了，刚战斗完我还有点晕。我们会进决赛的，对不对？玄海那么厉害，一定会赢的。儿子在干嘛呢？你没看见吗？我正要收拾东西呢。收拾东西好啊，反正我们正好要搬家。哎，对呀，要搬家，所以要收拾东西。什么？搬什么家？因为爸爸的公司又有了新任务，所以又得搬到其他的城市去生活了。进入决赛的队伍是魔幻战队。魔幻陀螺战榜英雄赛的决赛将在下周进行，到底谁才是最强战队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哇，太棒了！好吧，这次是你赢了，
我输得心服口服。轩海 ，Well done。轩海，幸亏你愿意代替世奇加入我们，不然我们不会这么顺利就进入决赛。这是姐姐的请求，没有办法拒绝呀、啊。哦，哎，旋风，我们进入决赛了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旋风，你怎么了？我。旋风爸爸要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了，所以他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参加比赛了。哦，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入了决赛啊。对不起，旋风也是没有办法，算了吧。你不守承诺，说好一起拿下冠军的，旋风，我讨厌死你了。卡龙，你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也走了。旋风，你为什么不追上去解释呢？或者卡龙他说了又怎么样？我早就知道结果了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一交到朋友就要分别的生活了。博士，啊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博士，我希望你能帮帮我们。你们是说比赛改期了，改到明天来进行？没错，希望到时也能看到博士你。魔幻陀螺战榜英雄赛改到明天进行了，你们怎么不通知我呢？如果是明天进行，那我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参加决赛了，太好了。哼，从你要搬家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失去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会找到人来代替你的。哎，卡龙，比赛不是改期了吗？好不容易才进入决赛，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旋风，其实恭喜我儿子进入了魔幻陀螺战榜英雄赛的决赛。哎呦，我儿子真是太棒了，怎么这么棒呢？妈妈别闹了，你看妈妈还准备了你最喜欢的蛋糕，得好好庆祝一下呢。那你的小伙伴呢？我还以为你们要一起庆祝呢。庆什么祝啊，他们已经不当我是朋友了。旋风怎么了？反正我们很快就要搬家了，根本参加不了决赛，也赢不了比赛了，卡龙他们已经恨死我了。旋风，你跟朋友吵架了吗？才不是呢，明明比赛已经提前了，他们还不让我去参加明天的决赛，还说会找到代替我的人。哼，不去就不去，反正也不是朋友了。我好不容易才认识了他们，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比赛胜负并不重要，真正的友情是不会因为这些而改变的。可是难得可以一起参加最后一场比赛，为什么他们偏偏不肯让我一起去？明天你去看看那场比赛，问清楚他们吧。哼，我才不去呢，他们根本不欢迎我。那你真的想永远失去这些朋友吗？我
玄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准备去陀螺科技馆参加比赛吗？我只是想去给大家加油。你回去吧，他们不会欢迎你的。为什么？难得可以一起打完最后一场比赛，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去？你们不让我去，我就偏要去。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，要过去你就得先打败我。不打，打了就要错过比赛了。你不敢？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，如果我赢了就让我过去。我们要速战速决。好的，状态全开，燃烧起来吧，斗魂觉醒。就发动必杀，看来你是非得去比赛不可。很好，这样我也可以全力战斗了。放弃吧，这就是你的终点，斗魂觉醒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一定要打败你，赶去参加最后一场比赛。旋风，深海冰龙神的持久力比我们强，持久战只会对我们越来越不利，不如专攻他的弱点，速战速决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找出他的弱点。哦，这是极刃角马的招式。雪峰，你确实进步了，但我还是不会这么轻易被你打败的。再说，他们也不想见你。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就是要排挤我？
我也不想中途弃赛呀，天知道我有多想和你们一起赢得这次的比赛，可那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旋风，不是说先找弱点吗？别被玄海的话影响到了。玄海，机会来了。匕首，深海寒冰。竟然没有打败燕天火龙王，看来他的能量消耗的还不够啊。能量消耗？你们在拖延时间，消耗燕天火龙王的能量。啊，比赛结束了，你就死心吧。不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真正在乎的不是比赛，而是我的朋友们。比赛中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开心的事情，难忘的事情，我要告诉他们，无论比赛如何，他们都是我永远的朋友。斗魂觉醒。深海冰龙神哪儿去了？燕天火龙王，加速旋转，制造混乱。旋风，深海冰龙神擅长出其不意突袭，不宜制造混乱啊。这次倒是模仿起我的招式来了。去吧。海冰龙神，后面！必杀！灭天红颜。与其找出深海冰龙神的弱点，不如找绝好的攻击时机。是不会输给你的。啊！啊！旋风，没事，我习惯了。Surprise！ 你们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你要离开，道别会怎么可以少了本少爷？可是今天不是决赛的日子吗？今天不是决赛日，大家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而已。还有，
我挡着你也只是想跟你分个高下而已。刚才说那些过分的话也只是对付你的激将法，对不起了。这么说你们都原谅我中途退出比赛，没有排挤我？卡龙，这么说你们都原谅我中途退出比赛，没有排挤我？算了，你也没办法，只是好不容易比赛。你们觉得比赛的输赢重要一点，还是朋友重要一点？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真正在乎的不是比赛，而是我的朋友。说得好，即使我们分开了，离得很远，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啊。只是一场比赛而已，我们以后还可以在一起参加呀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斗魂仪？没错没错，只要有斗魂仪在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联系。那我们约好了，以后还要在一起参加比赛。好。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爸爸，要不是这次搬到了这里，我也不会认识你们。能认识到你们，真是太开心了。旋风，你不会是哭了吧？男孩子还要哭鼻子呀。哎呀，给我闭嘴。旋风，该出发了。旋风，怎么了？旋风！你们都来了。怎么，不想见到我啊？我以后一定还会回来的，说好哦。我还没有跟你好好来一次对战呢。我不会忘记大家的，绝对不会。旋风要走了。一定会再见面的。Hi,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.